我们一起。好，觉得怎么样？哎，这样胖呢。喝一壶好茶，品一口茶香。很多人爱喝茶，最近网络上还出现这样的讯息：喝红茶、普洱茶可以抗肺炎病毒。没有那个作用吧？不相信。嗯，我觉得勤洗手、戴口罩才是最正确的。只要是好的茶，应该对身体都很好。那不管是所谓绿茶、红茶或乌龙，应该都是很好的。网络上说，红茶、普洱茶含有茶黄素，使茶汤呈现深色，还能杀死新型冠状病毒。但是绿茶、乌龙茶就没有这样的效果。但医生说，不好啦。现在的一些茶品或饮料并没有真正含有有效抗这些新型这个肺炎病毒的成分，所以实际上没有医疗的报告。那或者是透过饮用或者是漱口，并没有真实的疗效。多运动，饮食均衡，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大爱新闻，将军廖学信，台中报道。